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学习四诊当中的切诊。切诊呢，包括脉诊和按诊两大部分。首先呢，我们来学习脉诊的内容。在学习具体内容之前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源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其中呢提到，扁鹊特以诊脉为名耳。 并有他看病的一段记录。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说是有一次啊，在晋国总揽朝政的赵简子突然昏倒了，不省人事，人们都非常害怕，于是请来扁鹊给他看病。扁鹊进去看了看，然后就出来了。他说呀，病人的身体没有问题，他现在虽然昏迷不醒，但是脉搏跳动啊很正常。 你们呢不用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一定能够醒过来。扁鹊的话很灵验，两天半过之后呢，赵简子终于醒了。这个故事说明啊，扁鹊通过切脉能够判断病人病情的轻重。通过这段传奇的故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很早以前，脉诊就已经成为一种神奇的诊查疾病的方法了。 因此呢，脉诊是中医学经过数千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和积累，形成的一种诊查疾病的方法。同前面我们学过的舌诊一样，它是最具特色的诊法，备受历代医家的重视。当我们谈起中医看病的时候，总会联想到医生呢用我们的三个手指头去切按病人手腕部摸脉的一个情景。因此，脉诊呢。 几乎成为了中医的符号。又比如，在《红楼梦》第十回“金寡妇贪利受辱，张太医论病系穷园”这当中，张太医在给秦可卿诊病的时候，主要依据病人的脉象来分析病情、辨别病症，说明呢，古人是非常重视切脉的。那么，什么是脉诊呢？ 脉诊呢，又称诊脉或者切脉，老百姓还要把它叫做号脉、摸脉的。脉诊呢，它是指医生用手指切按患者的脉搏，根据脉动硬质的形象，以了解病情、判断病症的一种诊查方法。这里所说的脉动硬质的形象，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脉象。 那么脉诊理论是如何发展、如何传承的呢？脉象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在临床当中，医生又是怎么诊脉的？我们正常人的脉象特征是什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脉象呢？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一起走进中医脉诊。